紧出来休息。父王，下机是你呀、啊，银都罗郎呢？天帝已经离开天宫。哈、啊？银都罗竟然被伊夺走！大王，天帝宝座就在眼前啊！既然银都罗已经夺走，我就是天宫之主喽！下集你跟相会。父王，只有天帝才当坐上这个宝座啊！巧话，天帝应该是这世上最厉害的人，这个人就是我修罗王啊！你应该阻挡我，哼！我。夏姬，我看你是要爱伊的命，也是要保护你的金宝座啊！罗晓，住手！阿你唔正是我的怪女儿呀、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这是我的阿修罗千百年的观望，今日就要实现了！啊！宝座，宝座为何消失了？这，父王，你敢知影？印度罗为何会当坐上天帝之位？这是为什么？印度罗的前世是一位婆罗门，名为摩伽。一切不离因果，你行兵杀生作孽，如此的行为，是要如何坐上天地宝座呢？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！如你对天发誓，我绝无半句的虚言啊！不可能，不可能啊！想起你千万唔当安尼折磨自己哦，父王，努力抗力，唔通将自己困伫个家己的心灵的地下。
心中，只有亲心落悔，就是你会当去得到天宫，也无好享受天宫之乐啊！心灵的地界，父王，你一心追求权势地位，你所失去的，敢是比得到的搁较济呢？我失去父王，这么回头也还会父王下去，父王大王不可听信你的话啊，因多罗送命，天宫自然换人做主啊！只要因多罗送命，父王，你千万不能听信多有的谗言。因多罗，伊是非死不可。父王，将军书，来，对上。之上，何不主动去咯？天帝是金石鸟的兽啊！金石鸟，
手中可有生灵啊？天帝，这手中有两只幼鸟，既然手中尚有生灵，咱唔通吓惊伊，来，赶紧改道而行。是，天帝有旨，赶路而行。天龙，官司为何颠破飞扬？不妙，是修罗大军。天帝，咱必须马上回头啊！这那是回头，必定会伤害幼鸟。那么回头，面对的是修罗大军啊！这天帝，也岂好如此？将军书，马上回头。哎呀，要跟前一起。手中的幼鸟无自由，这天地摧残是怎承受？倒挂长流，伊个命休。慢啦，慢啦，天地。在世尊之前，我请求答应，心怀慈悲，保众生。今日为了一己性命，甘愿牺牲不顾的性命。天帝，修罗大军已经离咱愈来愈近了啊！天帝，天帝啊！世尊，世尊，我应该如何是好？请世尊，我应该如何面对这边的修罗之剑呢？处凡对你来说是一个真大的考验，你爱切记啊！心。
的人，就是自己的心。你一定要相信自己的力量，会的真心亲婚。相信自悲一两心，修人就在眼前，将你抬起手，天宫就是咱的喽！金雕玉刷，千古恨嫁破世界，我为尊，做西东，做西东。印度佬会向咱这来咯？伊唔是应该爱独走，为什么佫独登来？恐惊在其中有诈。哼，是应该要独登来找死，咱就先转印。嗯，三三。走一堆去啊！
银多罗，我绝对袂放过你。罗友，诛杀银多罗。是。啊！这是为什么呀？今嘛乌天暗地，正是大祸时机。我待你如亲生，你为什么要反背我？如同亲生，哈哈哈哈！